家好，我是笑猫李连杰主演的《鼠胆龙威》，是笔者非常喜欢的一部喜剧动作电影，看了很多遍，说它百看不厌也不为过。但为什么一直有这部电影抄袭的言论呢？今天笔者就来说一说这个话题，希望你们喜欢，有不好的地方接受您的指正，谢谢关注。很多人说这部电影抄袭布鲁斯·威利斯主演的《虎胆龙威》，但是笔者认为这是一部香港电影风格非常浓郁的电影。两部电影最大的相似之处就是影片名字吧，最多一些借鉴的成分，说抄袭就过了。美版的《无间道风云》，至于港版《无间道》，不是照样拿奥斯卡最佳影片奖？回到影片本身，主演李连杰延续了中南海保镖中非常酷的形象，华丽的动作永远是李连杰的标志。在那个年代，能与他媲美的功夫影星真的很少，歌神张学友在影片中的表现真的是可圈可点，动作靠李连杰，搞笑靠学友，影片从头到尾张学友都在展示他的喜剧天赋，使整个影片都充满笑料。说张学友这个角色是讽刺成龙的，笔者不这么认为，龙威后面可是成为英雄的，有这么讽刺的。女主角邱淑贞也是李连杰的老搭档，两人有过不少合作，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，新少林五祖等经典影片，想来大家都很熟悉。影片中邱淑贞美丽而又古灵精怪，非常讨喜。影片中除了主角王骁扮演大反派医生，成为本剧最大的亮点，一句人一定要靠自己，在观众中广为流传，而他也把这个角色的狡诈、狠辣、冷酷演绎的入木三分。可惜这么好的演员却因肝癌英年早逝。总体来说，这是一部节奏明快、